历102油田的成功发现，打破了渤海油田挖现代潜层从未获得亿吨级粘性油田发现的局面，展示了渤海粘性油田勘探的广阔前景，对类似盆地的勘探具有重要的指导性。肯尼102油田周边已经有肯尼101、肯尼104等多个再生产油田，开发设施较为齐全，预计2025年全面建厂，助力渤海油田上产4000万吨。